由始至終咧呢、這個賽事嘅大熱門嚟啦。佢哋喺小組首名出線之後咧，就係香港已經敗過大埔同埋黃大仙區，繼而嚟到呢個決賽。見到咧陣中都係嗰啲外籍球員啦，甚至乎係效力過甲組嘅球員在陣，都可以話順口順面噶啦。難怪係被視為大熱門啊！至於另一支球隊啦，深圳冇啦，雖然咧就喺小組係致命出線入到八強，但喺八強咧就憑住點球險。
我係七公一。盡了力啦！